开始，打开命运之轮，通过白猫跟新大星小小叫一下小小，神小灰灰神奇的预知能力，为您揭开各星座不为人知的隐藏秘密。小贝贝好笑，他摆出一个还会翻身，他说我要抢镜头播版面，我是巨星小灰灰，真的爱伸手手。小小你好稳定啊，小小说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证件照，我小小就要很认很严肃，证件照就是这样，不能像小贝贝这样又翻身又翘脚还要伸手手，很漂亮。他这个是艺术照跟生活照。好啦，那我们先占符文，待会再来看那个，因为我们就说我这次的护就是那个护照还有那个，就我自己照证件照等一下给大家看，然后护照已经办下来了，就是补办下来，被客人开心。然后我们今天刚好经逛街又经过一个韩式证件照，现在很流行，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啦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其实我看他就跟我们有化妆差不多，就是他把它修柔焦，那因为我是用手机软体编辑的，所以我就没有修图，而且太麻烦，光照相在那边拨头发，把头发弄整齐，眼睛大小也不要太严重，就弄了我很久。好，我先占符文，我们先占符文哦。第一个符文是什么呢？小贝贝一直要翻身，而且我要拍艺术照，我是艺术鬼。真第一个符文，第一个符文是什么？人性。人性中的善与恶，人群互相依赖，这个我都记得了。互相依赖就这个，人性人群互相依赖，人性中的好与恶。好，那我们再占第二个符文哦，这样我们再讨论我们今天的韩式证件照主题。好可爱哟、哦。你不要一直博版面了，因为我是艺术照，艺术照才会吸引人。像小小这样就是证件照。好啦，不要再吵了。第二个。第二个冰冷、稳固、不改变。那昨天有出现过，好，应该说证件照吧。好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可爱可爱，不要在那边演戏博版面。我们是气质妈妈。我在找我的符文啦、啊。你们两个，妈咪要生气气咯。我在找找找找找找找，这个是，我怎么找不到它呢？对，这是水，女生，流动的水，直觉女性能量，内在远行，长途旅游，远距恋爱。你要讲长途旅游哦。好，长途旅游。好，我们办护照，护照当然是就是一般长途旅游。好，他们说是护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，动耳朵了，小小一直动耳朵，一直动耳朵。我讲的好像什么灵异事件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动耳朵了，小小动耳朵了，现在没照到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证件照，就是它是用4x6席的，这是我自己照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，这其实有好，然后头黑黑是因为最近那个。骑摩就是最近那个戴口罩，整个额头都是，就是，但是我还是骑摩托，然后就变成额头晒黑，然后脸这边白白这样，然后就背影就白色的啊，然后你要看到耳朵，两边耳朵都有看到，但是你自己照看到耳朵就这么大而已啊，对，小贝贝的脚就伸出来，那就是这样，然后不能露什么，露齿，然后。眼睛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修图嘛，所以我眼睛大小你就要自己把它调好这样。那我照了好几张，其实我那时候我总共这个我洗了三次，它现在8块24块，然后还有第一次洗错在 7 用那个像影印纸这样印出来，不是相片纸，3 8 20 4 8，所以洗了32块。那这是我给人家照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那时候比较白，然后。那时候额头也没有亮，然后他也是帮我，他好像有帮我修眼睛大小也没有那个，然后耳朵我帮我修出来，就他们会把耳朵移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去看那个修证件照，他们有办法帮你把耳朵弄出来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，但是他们可以弄，对。
那我自己照的耳朵就是这样，就是你看得到耳朵边边，我这已经照最明显，那就是这样，那就没有修图，这是没有修图的，就然后就背景就白色啊，那胖就其实也差不多，对，胖就是最近胖，这个就会看这张就会看你瘦一点，这是角度，然后这张就会看起来胖一点，就是你自己用角度调的话，这是胖瘦的问题，然后头发的问题就是。头发会这样，头发我说我光弄头发就弄久，后来我决定把它全部弄上去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清爽。就是胖瘦你就自己，这不是修图，这两张胖瘦就是角度的问题。那我就说其实，我觉得证件照，除非你要照什么艺术照，不然它就是这样。因为像我们去这个是台中的那个恐龙卡植物园，它都是现场照，它就现场帮你照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小北北要反身现场照啊，然后这个 Costco 那时候的也是现场照，他们都是现场照。那你就是现场照的时候，你尽量头，下巴下双下巴不要跑出来，因为它就一瞬间你也不能调，然后就是照起来就这样。像这样就是脸比较方，但是也还好，没怎样。然后小北北走了，然后他就是要他说妈妈自己会照一下，对，那我就说。这个就是自己照，然后他这个护照就可以用。那我用哪一张，你们不用知道，反正其实都差不多了。我只是跟你说，这照起来证件照就自己照就好啊，妆就自己画这样，其实就差不多。除了头黑黑的，那是颜色的问题。那这是他们帮我修，这是给人家拍，因为这是护照，不是护照，驾照，所以很小张。我现在没有大张，不想再洗，因为它已经超过半年。然后有修过，它就会整个是白的，看起来五官更不能说平，对，就更平。那大家就这样，那头发就是那时候有卷，现在没有卷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。我们今天录影就到此结束。今天就是霞说，这个是远行旅程，这一次是远行旅程。然后这个是人性中的好与恶，人群互相依赖。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证件照咯，那这就是你背景就是白色墙壁，这种白色墙壁而已，然后就自己在家里用手机自拍，然后你可以拿像我这个脚架这样子远远的，或是你用自拍棒也可以，反正大部分爱自拍棒，或是对，或是手要超过一公尺就可以了。那我重拍是因为像这个是有耳环，我的耳朵有戴耳环，所以说然后我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戴耳环就拿掉，然后这个也有戴有颜色隐形眼镜，但其实是看不出来，那这就没有。但是因为我怕不过，所以我还是把它拿掉。大家觉得有差吗？我是觉得没什么差。好啦，先这样子，那录音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